甲你做你的幼传啊，安尼。对对对。對你好，哎，我看看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那个手电我有看到，我看，啊，那个。项链多少钱的？诶，不是那个有，那个有那个，还有有是一样那个手电筒有看。哦，你昨天有来看吗？哦。好，来，我拿给你看。我看一下。刚下班啊。嗯，他没有了，我找老板娘干了。坐一下那里。哎，这个我给我一个。给我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老板娘啊。我在给他做点事情，不太好，所以没空。刚把那些的，那对对。嗯，就是这个。对啊，这两个对。对，还有那个有。这个吗？哦，手电我看这个，就是那个有谁是？十字架的。十字架那个。哦。这个吗？哦，对呀。这个不要嘛哈。嗯，那个不要。手绘有你好了对吧？嘿，手绘对吧？我从手绘伊有诶，伊是讲，恁师傅呀？嘿。伊讲伊种菜啦，我讲菜针我会使无？会啊，那会使。啊，你无你遐做菜针我？到时收粮是麻烦咯、哦。没啊，做菜针我。嗯。这袂使做，啊！这细粒拢啊摆喺边啊，就，你敢有话讲啊？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啊。哎，那个多少？这个多少？算一下。你摸个无得哩？无得多啊，就是嘞。我自己，我自己开起来，摸讲，好啊，用解放人。我见你搞啊，讲解放。8570。可以打开吗？可以，你打开没关系。我可以打一下。我只会做几分钟，这种的关关的，你知？打包就进。啊，对。哦。到我身边了，开始才听。你即马是安尼啦，你就是这个右转，你的右转啊，安尼。对，爱生病的，还是要拜年的。拜。太拜年啊，拜香槟。你讲年口看拜香槟好啊？是拢会使。你若讲拜年来讲，类似的像这个桃花形安尼嘛。哎，无看，对吧？今麦无。啊，就是像安尼圆的。无啊，伊种，我要管的迄种。对啊。卖啊管，你莫硬知影。
我知，无爱遐悬就对了。我哎呀，我讲想过悬，每天迄地头来讲，伊较低住哦。啊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宽度是较悬啊，这个较低啦。就这个嘛，啊，要包起来吗？可以小一点吗？小一点。这个。哦，85550啦，好不好？啊。8550啦，哦。OK，好啊好啊，要盒子嘛哈。对，我要做一个形体啦。我知，我看是个发票。那个，我可以跟这个吗？哪一个？耳朵的。这个。哦。这个漂亮啊。哦，你真好用嘞，啊这拢八算是吧？当然啦、啊，真好用，它正的120,000单。欸你就是要做像安尼，做一个形体啦。无啦，迄即个是安尼啦，即个是泡制啦。啊，伊是本身是两面啦。不是啊。这是做两块用的啦。不是这个。哦，这泡制呀。泡制，啊，你要做高粱来。不用好了。哪一个？不用。你要这个耳环吗？后面很多啊。要做套件嘛，会使你啦。当然会使啊，但是你好，边啊边啊，无法做。乌龟，乌龟。哦，这套件哦，我。我穿得下啊。唔知做哪款。我会当用两个做两个就对啦。对对对，啊，像这就是高质量，拄仔迄拄仔是白，这是红。你这套件，这是做套件呀。他这个是讲会使做两卡，做一卡半。小夹骨啦，一个半两百元。蛮，夹夹半蛮使的呀。对啊，你用几半蛮使啊。挂这位蛮使。啊，我讲，伊这套件，我来做，我这个做成个呢，做成个一看呢。嗯。要做哪看？会使啊，啊边啊在当房了。啊，对啊 ，OK 啦。啊你，哎，都未收挂？还好啦，伊卖收挂，就是讲你个山那摆就还伊啦。对。伊知何？你讲知何？挂起无偌大挂。对啊。对啊。这个有收好了吗？不啊，都挂了。有啊。你现在我哩买几款来看？咱拢便宜啊，就多只吼。你要耳环吗？耳环叫盒子拿给你看。好。啊，你订唔到，你订唔到着。耳环遐。漂亮嘛吼。嗯。好。安尼我晓做啊吼，啊，就做一号盘就对了，我可以带你。做啊盘就对了。哎，这个那个多少？这个哦，这个比较多啊。哦，哎，那个书，明哎书店里书12,000吧。没关系，要算了。刚才那个项链是85750，算你8550了哈。那、你这个要算吗？不用了。不用了哈，啊，那、你等下看的话啊。你贵姓？我先说。严无喜呀。严无喜的。我写写完，免念啦，紧嘞。免念写，写出来，你知影写。11号办啦，哈。嗯。这是白鸡嘛？准备去哦，要叫都叫你落去。哎，准备去金的，哎，准备去金毛是准金的白金毛。你不是要做这家来换吗？你这家不是白客金吗？对啊，这家白客金啊。啊，做这家来换啊。做这家来换哦。对啊，啊你这边无把这个贴啊。哦，安尼爱会当安尼啊。嘿啊，啊无你这边单调。哦，哎哦。无你要单调。
嗯，蛮紧的，蛮紧的。我唔知讲会当做海螺粉。对啊，啊，着做这螺粉，你较快无？我快哦，你做海螺粉较俗啊。伊你较免出来提料啊。嘿。嘿啊。哦，无你即卡的料着咧单单料无下啦。对啊。啊，著做即卡的料螺粉，啊，无够再搁补啊。补啊，是。啊，做我会甲你讲啊，我会算啊。你是讲。OK， 了，选了 OK， 了，补我偌大。啊，你爱工钱偌济？工钱就是讲，你若是选啊，一粒两百。诶，是两百。诶。哦，这是无甲你谈，这是照在有工的。对啊。每一粒四粒嘛，两百。对啊，四粒拢一粒，一工就是两百。这固定。8500哦。哎，8500哦。1234。哎哎，这届这届秋季的秋季，叫你个另外算。对啊，拄大还拄大啊，你入选啊还入选啊。对嘛？这个对我。系啊，本着是安尼算啊。啊，选啊就是安尼算啊。哎，你留番最主大话的。你若讲干呐主台无要入选啊，当然主台差不多伫个6000块遐啦，啊一个万尔，边仔莫讲，对无？啊，你入番入啊，即个入开你入就无甲你加钱啊。有看有番吗？啊，你边仔就是讲，你遐有番吗？后面那里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可以干那个吗？这个给我好了。啊，你过来加钱我看啦。你现在是要看耳环，他过去那边等你啊。啊，你不要看耳环，要看戒指。你要看戒指啊。嗯。所以讲，种物件拢有一个公平价啦，袂讲阮师傅袂甲你收。戒指。这样白金拍下来，他嘛是爱看重量。这种白金拍下来，卖几块呢？3000。卖几块，你嘛是爱看3900块，应该卖两个，流水一样吗？有啊，应该两个多少？本身选啊偌济？这两个。无啦，伊种，我即阵要如果选伊种，干买即手指啊，伊这个大的，这个小的。伊即摆你毋是干呐要买一卡手指，你即摆是要做你一卡螺粉啊？你听意思无？3000多。哦。我知啦。应该没有到1万吧？我就是讲这款的物件。应该没有到一万，卖两个。买两个。哦，应该没有到一万。比用咩啊？超过了。因为你这公版啊，用起你较近我知影。超过了。我讲这下去你都分得。好，不用了，谢谢哦。哦。我嘛不要讲。你定。